然后像我们有的时候再把衣服这提出来了，如果先出发通话，我可以从这种方式下次可以参与，通往目前也是很方便，你对实时效率的话看好这边的资料，好要懂了，不能只要短暂的不够。老师其实那里设置了，你看以前我用过，后来就是只有上网聊天而已。不行，那个是你整个网络时代的一部分，没有吗？我就没有用到，所以我都要删掉。如果这样讲，那电脑化，电脑更早出现被任天堂取电脑功能一部分，那么有些，那电脑世界云端那个行业很广。我们现在好像像现在的大陆的版权行业连中国什么东西都有，你就找到那个动画，如果你找不到好多，比方你要看这个编辑一个节目的时候，他就前面开了30多万看，就是很上人愿意花钱你帮忙的，如果有什么很多人会看很多的片段，然后你这也是中大陆好中国政府的人，外国势力的人，那我们国家有成长，我们有这种上面的商业习俗的那个包浆的那个营业项目啊。